现在用我一般的力量去跟他抗衡，我看我可以抗多久。好，来压，哦，停，好，大概一秒钟呢，我就想放弃了，因为就觉得好像一直会被压下去。前面的危险，师傅也踮个脚。如果是啊，好了，好了，用力气试看，他好玩不？他不要力气压下去，觉得肩胛骨有点脱臼。哦，还行吧，感觉不到重量哎。对啊，很久很久被侮辱了，感觉不到重量。好，接到了，还不错，接到大概七成，可是这样也压不下去。对啊，对啊，哎。哎，后面接到了，前面没接到，是有点大力，对，这样可以。哎，好，一样，哦，停，好，哦，还蛮稳的，而且怎么样，还不错哈，还是你要接就稳下来了。他63公斤而已啊。一堆小朋友，我觉得怪啊，这个我树懒，感觉好像幼稚园默默的开始，悬空的超，还不错吧？哦，应该往前面掉一个的。哦，好稳。哦，哇，太厉害了！等一下。哎呀，大哥。好，有了，哎，有了，有了，可以了。哇，可以。有啊，你啊。有信心。对啊，继续努力。耶耶。哦，好了。一直对他不要压门。还有，进步 ，OK， 还不要压门。还能倒车气场。哎呀，没想到，我一条不掉线的。快了，过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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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干嘛说的？OK。有。